看看啊，兄弟们，这今天的所有的鱼货啊，是六个花篮还是七个花篮的鱼货啊？全程直播，过瘾啊，兄弟们，看看大红拉丁啊，看看绝对漂亮啊，看大鲫鱼，还搞了几条小黑啊，太小了就放掉了啊。看看给大家看看这水质怎么样啊？这里的水质绝对嗷嗷叫啊，看。看见了吗？特别好啊，干着就完事了，兄弟们，一会儿继续直播啊，一会儿继续直播，咱们去收那边的花篮啊，这边收完了，这些鱼得回去打氧啊，要不然都死掉了。兄弟们，咱们又出发了啊，着急忙慌的，看见没有？这是这么多花篮，然后全都给它干到水里边去，那边收获确实不错。然后，为了多搞一点鱼吧，这是咱们。它里边的昂刺鱼太多了，然后咱们用这个漂流瓶钓，还有这个炸鱼钩是钓黑鱼的，然后是蚯蚓是活的，偶尔钓黑鱼，然后这个是钓那个昂刺鱼，也能钓到大黑鱼啊。然后整体的效果就是这样的，看见没有？这有一个钩，然后这有一个瓶子，直接把它挂上泥鳅或者挂上蚯蚓，直接扔到水里边就 OK 了。然后这是咱们的丝网，明天我准备去卖鱼去，然后搞点马口，那个。就是马口鱼，我们这儿要那个浮鱼，那个东西卖的也挺贵的，然后去逮去啊。然后咱们马上稍后开启直播，下花篮，下开钩，然后是逮鱼啊，干的就完事了，兄弟们。